魏哲还是要稳住啊，刚才比赛的时候这个忘了带护指，然后裁判给予提示了一下。第二场比赛，我觉得作为这样水平的选手，他的攻防两端是非常平衡的，尤其是他的这种抗击打的能力，以及他的超强的恢复的这样能力，对，一定是非常突出的。好，魏瑞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第二回合没问题，从头开始。当然一定要对于刘瑞的这样的一个拳法要有一个充分的准备。是。然后对于刘瑞来说，第一回合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独霸啊，在心理上面有一定的优势啊。是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魏瑞啊，因为他的绰号叫妖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的这个就给你有一个致命的一击。对。魏瑞现在都没啥感觉，哦呦，刚才这个千百拳又打中魏瑞了。这个时候魏瑞是不是要把这个拳法稍微等一等？对，用低扫腿去干扰一下对方，不要着急。两个人现在的把注意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拳法上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拳法对拼的同时，其实两位都可以想一想，因为注意力专注力在拳法上，对，可以试试出其不意的来点腿法。所以你看到魏瑞现在也是把拳拿得很高，把下巴收得很低，对啊，对，做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防守的这样的一个姿态，还是要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恢复一下，然后去再重新的组织进攻。哎，我觉得刘威现在这样的一个战术其实也是对的，因为拿到了一个独霸也不用太着急啊。对对，刘威现在一直在防守。刘威说你不跟我打拳，那你跟我踢腿，但是你的腿很轻，没问题的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。哎呦，戏剧性的一面就又出现了啊！刘威的这个腿的这个出现反转，小腿，好，还有，看刘威的小腿现在，好，哎呦，这个局面，这个局势到底会快马发展到怎样的一个剧情去发展？我们现在点头，完全不好说。点头，出现反转，是已经出现反转了。看到刘伟的这个小腿的外侧已经被踢红了。对对，而且他已经有明显的这个疼的表现了。对，